刚刚说不能发言，为什么赞成方的议员可以坐在里面？我没开会通知，后面有写不能没有发言的。现在也不是啊，对啊，他现在也不能讲，也不能发言啊。里长也是民意代表，里长能不能进去发表？我里长是里长，我也可以发表意见。对于这个媒体的部分，我只是先这样说，其他媒体的机器大概大了，要不然就是有媒体干嘛去讲一下。